哎，就是这一下，哦，知道吧？这这嗯，嗯，这就行。像我说话的嘴，我说这儿动不了啊。我也进不了，他怎么聊呢？你的爪子小。俺的家个多鸡娃，这家鸡怎么闹鸡汤？巧话孩子咋给睡着了？哎呀，回来也是不适应，不适应，没得还不睡觉，家老的。我说这样，这月租些租些，天天二三十百，咱们家哪有那么大的窝多呢？尤其碰干是个下雨，夜黑夜的下雨的麻烦死了。吓得孩俩就是心一团，比闹钟还坐着。你老家娃还一睡三十几个钟头，他全话睡着了，对我是熬鸡熬鸡汤。看这鸡子那一碗，有点飘出来了，火老老的走后。走个点，要不然让要活家鸡走后了，油火老老的，没事那妈白拆拆的不好的呢，这年活的你看看呢，走吧。嗯。你再让我月没家鸡，没下来，这好啥呀？没姓，没姓，谁的了？现在听见他姓，我们俩都吓了，下了一黑夜的雨。龟宝宝，是不是个龟宝宝啊？浩辰，开启看娃生活。不过现在却靠我婆婆辅助我，不对，不是辅助，是我婆婆给看。看娃，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看娃，没有什么比看娃更重要的事情了。咋了，浩辰你？摸摸小手，摸摸小手。嗯，吃饭，鸡肉、菜、馒头。这以后吃饭就是两天是吃，一起吃饭是吃不了了。二月闹这孩子们肯定啥呀？我们孩子两天呢，多不多个子个菜都哭的就让包，就让包。开个就是离不了热，嗯，这家鸡就是挺好吃。